我们的公司呢是 Smart Share Global Berhad， 但是我们是一个 Smart Share 公司的一个子公司，就是 Smart Share Agriculture Sendirian Berhad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 Smart Share Agriculture Sendirian Berhad， 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农业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农产品，也会一些有这个农业的这些计划。 我们的计划呢，就包括发展这些小型吧、中型吧，推广这个种植的这个方针给这些农民，让他们有更好的收成、更好的做法。我们的产品是独一无二，是最先进的科技所出产的产品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，而且我们非常的充满信心。 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进入这个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们会发挥很大的作用，对这个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好消息。